台北报道。Google 宣布了云端服务要来调降价格，依据不同的产品会有30%到85%的降幅。法人认为此举会迫使亚马逊、微软等等对手因应客户呢，因为成本考量不再续用的危机。那目前思科也传出了还要再投资10亿元建立新的云端服务事业。那 Box 则是在近期会首度公开发行，云端市场相当火热。